劳动，累吧？水坑 ，puddle。田地 ，field。鱿鱼 ，squid。你别笑。顾客，坑死他们。雄心 ，ambition。极好的 ，wonderful。怎么样，同学们学会了没有啊？是不是感觉老师这样的黑板英语单词很好记，很有趣，对不对？来，这是一本和黑板一样，全部采用汉字谐音标注的英语书，里面带扫码读音，而且是免费的哦。适合小学一年级到初三之间，对英语不感兴趣，英语学习成绩差的小朋友，还有零基础想快速学英语轻松记单词的成年人，哪怕你现在当爷爷当奶奶，以前没有学过没有问题，会中文就英文，好吧。想要更多的了解这本书，需要这本书的，点开下方小黄车。